的非常值得骄傲，也请大家继续拿出我们台湾人打拼的精神，继续努力。好，这是最后一批的药生蓝宝奖励计划的合影喽，请大家加快脚步，也小心台阶。好，请大家看向大会摄影正前方，穿白色衬衫的，请看正前方哦，不要忘记露出开始数众多，我们也分成两批。好，请大家的视线看向我们左前方的这个动态摄影师，挥挥手。在杰斯，我们有比别人更好的制度，所以成功一点都不遥远。踏出你们的第一步，成功就在眼前。